现在是早上7:30。我们今天要干嘛呢？我们一早起床，其实我们今天跟我们电商部的同事，我们要一起去什么上海法兰克福用品展。奇怪，为什么法兰克福展会在上海？我都搞不懂。啊，不管啦、啊，他是说有个什么车品展，我是跟他们一起来，然后顺便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大家车商城是怎么样严选商品给大家的，然后顺便大家去带大家去这个展场逛一逛。走了，我们现在叫不到车哦，怎么办？你看，哎、欸，叫到车没有、啊？你平时看的都是比亚迪是吧？对呀、啊，都滴滴快车，还有顺风车，坐宝骏530。哈，第一次坐这种网约车，坐到这么好的车，突然心里有点害怕。我想要陆宝给我高规格待遇，我们大掌柜果然有钱。看你也他妈是亲力亲为呢，我们找个商品还跑到上海来，这应该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汽车用品展。泰国馆吗？台南三碗迪卡，其实台湾说三碗迪卡的意思是三碗猪脚的意思啊。陆宝啊，你是怎么挑选我们在车商城的商品给我们观众？你有没有什么连选的机制？说实话吗？直觉。第一个是直觉，第二个就是看看这个商品有没有市场，用户会不会喜欢？是，这也是直觉啊，一个道理。不是重点，是能够做质量保证。就是我觉得卖给消费者最主要就是质量保证这一块嘛。质量保证的话，要么就是品牌了。第一个就是有保证，要么就是品牌。对，选择大品牌嘛。对啊。然后嘞，然后就看看它的售后的标准和售后的规格。对了，售后真的很重要。对啊，售后嘛。就要谈嘛。每次谈这应该都是掉了好几根头发，你看头都快掉光了。白了，快掉光。发际线上移动。在这里，是我前女友了。对，他是我们以前避震器的业务啦，我好朋友啦。哎呀，哇，好巧哦，想不到才会遇到他，真的是前女友。等一下，你看这个他的眼神，我就了解了。他的眼神了解了。等一下，我翻白眼，他录下来这个意思吗？你在台湾？哎、欸，真的嘞，你还真的很好，发讯息给我，你人还在大陆啊？真的，我靠。是结果竟然是遇到你，真的这么多年了。好了，你刚才太大声了。你刚去绑什么鞋带？那第一幕，对啊，感动的第一幕没有拍下来。没有了，这是我们电商部的大掌柜了。我们这么多电商，不过我们不会给你买东西了。我们老公最近好吗？哎呦，我被比中指吗？你知道这？对啊，哎，我前女友了。哎，这么多年，对，这么多年，好漂亮哦！人家说好漂亮，不回应人家一下，谢，真是的，对呀。人家客气话，我听得出来，好不好？没有，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既然是前女友，就不用客气了。哎，长得好丑，不行啊，难怪你不跟他在一起，还好。好，你可以到下个摊位了，谢谢。拜拜。哎，你们坐得近。好了，帮你搞定了。啊，好，谢谢。OK， 走吧。好，谢谢。现在16G 没什么用哦，要不要给你？是哦，哎，你怎么？我们本来要走了哦。你怎么乱说？飞机也是用这个耶？啊，有啊，这种飞机避震器哦。啊，飞机避震器哦，很多啊。大家最近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他有做房屋的避震器啊，就他出了2只瑕疵品给台湾，那101嘛，现在就在炒这件事情。101啊。其实我在这边没有想看火花塞，但我觉得这个主持人画的跟花旦一样，有没有？那个中之浓的，你真的。导致火花塞在坠落的过程中有两种不良产生。第一，好像好娘哦。哎，一早起来工作都没有喝咖啡，也还好。刚刚看到我前女友，稍微兴奋了一下。哦，好漂亮哦！原来你们对漂亮的定义这么低。哎呀，你看到不要杀死我！哎呀，你看大掌柜在忙，我们就在旁边默默吃我们的饭。世界的汽车都是配件商的战争了，像刚内直喷的这些专利是掌握在
掌握在那个 Bosch 身上，混动技术事实上当时掌握在 Denso 车上，所以你看十年前事实上为什么日本车都没有人用缸内直喷啊，欧洲车都没有人做混动，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些配件商他支持自己国家，所以日本车全力发展混动，欧洲车全力发展缸内直喷啊，日本车要买缸内直喷他也不卖你，就是这样子玩哦，所以就变成，但是现在日本也国产缸内直喷 啊，所以就是因为大家慢慢的就是慢慢压不顶不住这个压力了嘛，慢慢就开放，而且再来我说难听一点的，你专利也快过期，要不然你不要卖啊，对不对？这样子玩的嘛，是吧？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些空间。哎，演示一下。那这个是里面可以这样往里面一拍，然后这样放下来，它就可以折叠。好像是真的还蛮小的。里面还有个那个。我要上卖水果，可以拿这个去。水果外卖，水果外卖，对，是哦，这还蛮方便。可以直接当水桶用哦。他怎么发现这家？展会上，去年同事有过来，对啊，寄了一个样品过去。嗯、对啊，那个样品到我们。哎呦，这个还不错呢哦。是，对啊，真的出事就丢在后面就好了。是啊，三角牌都有了。这设计还蛮聪明的。这个风大的话都不会刮倒。啊，这么多颜色，你觉得我们要卖的话哪个颜色好看？肯定是这个嘛。红色好看吗？是哦，红色好看哦。差不多，这边看完真的差不多。差不多。你会卖手套吗？使用率太低了。对啊，使用率太低了。像刚那个，你们那个时候我就不会发现，我来看汽配展。为什么看不见呢？不是，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重型改装，我只会看避震器、卡钳什么的。所以来看展的心态跟你们来看给那个观众货的心态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哦，你就是你看的心态跟我心态不一样。比如说你会看抹布，我可能抹布对我来讲，我根本连看都看不上的。对，或者说你会，但是我们要站在用户角度看。是，所以我就说，真的电商部的同事，基本上你们看的角度就跟我们不一样。你们是严选商品嘛？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更注重在一些什么改装配件之类。我个人啊，当然，所以我陪你们来看货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就像刚刚看那个箱子那个，哎，我也是说，哦，这个设计不错。但我也是第一，我要不是你带我进去，我也不会关注它，真的。就是不一样的。来看的话，你会路过了，我就路过就走过去。真的是，所以是电商选货，真的是还是要专业啦。我就是专业是要交给专业人来看。也不是专业啦，其实你就只要站在用户的角度，把自己当成一个车主。对，那这是你的专业，真的我没办法。我看都看一些什么轮毂啊，这个改得有多屌啊什么的，对吧、啊？不太一样的想法。确实，电商这种严选真的是需要时间。你看我们今天这样已经逛了整天了。对啊，真的来看展览跟来看货。严选给观众的心情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真的大家去车商城买东西，真的要抱着一个感恩的心。都是我们这些同事，我们一步一步走出来。后面两个小妹还好没有穿高跟鞋，但是我们还特别叫那个比较矮的穿黄色比较显眼，因为怕人不见，有没有埋没在人海中？嗯，好，大家真的要抱着感恩的心去车商城买东西，好不好？真的谢谢我们这些辛苦的电商部的同事。好了，就这样了，拜拜。